刚刚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的这一场直播的这个谈话，他特别驳斥了，他说疫苗炒股说，因为外界有很多的疑虑嘛，还有捕风捉影呢，他说这些哦绝没有这样的问题，相关人员绝对没有炒股的问题哦。你也可以看到他直播的这个标题哦，这是总统府下的标题，他说切勿捕风捉影，抹煞专家投入研发疫苗的努力哦。其实用大白话讲，蔡总统这一次的谈话还是在为国产疫苗哦消毒哦，就是你外界捕风捉影说炒股啦，说这些疫苗如何如何二期呢，打了之后对身体不好之类的等等的点点呢，你们就在抹煞我们台湾专家研发的努力啊。没有，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你要告诉我，请用科学说服我，为什么你的一期跟二期可以比国外数据少这么多，而且今天陈志忠公布的 Moderna BNT 的数据跟在网站上查到的竟然差9倍到11倍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这些人是专家，是什么专家？做图的专家吗？你告诉我说大家不要抹煞专家的努力，我们没有抹煞专家的努力，是你拿不出足以说服人的证据啊！你现在攻击国外的疫苗都是二期之后就做紧急授权，是你党一级主管范刚浩做的图，告诉大家BNT、Moderna， 甚至包含了阿斯特、捷利康、AZ 也都是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去查了，发现不是啊！你可不可以讲一下，你党为什么要抹煞外国专家的努力跟付出？你党为什么要抹黑外国的疫苗？你党要不要自行处分？你的一级主管完全捏造事实，然后做了一张图，我再告诉你。不是我们怀疑炒股，我本来不怀疑，我本来不想要讲的。但是记不记得，钱子昨天是不是忽然间秘而不宣宣布了各买500万剂，对不对？但你知道范刚浩跟他的一挂的网红，就在这个宣布的前一天，同时密集用同样一个版本、同样一张图，开始全面性的宣传，涂在这儿，国产疫苗没有问题，涂在这儿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时间哪有这么巧？你知道星期天的时候要宣布各买500万剂吗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现场有没有人知道？没有人知道。那为什么侧翼跟民进党的一级主管会知道要提前一天做图，告诉大家说全世界的疫苗呢都不是很好，跟我们的国产疫苗一样好？那这个东西是谁告诉他们？谁一条龙的产值告诉他们说，来，大家都做图，而且这个图真巧，大家做的差不多，用的说法差不多，然后丢出来之后呢，一被人家打脸就躲起来了，不敢再讲，不敢说。你叫我们不能怀疑这是炒股，哎，对不起，那请问这些人为什么知道？为什么就在揭露的前一天，重讯都还没有发哦？当时他们的公司本身都还没有说我们已经有了确定购买500万剂的疫苗，结果你党跟他一串的这些网红跟意见领袖都知道了，都发文，你跟我解释一下，不然你就叫你的调查局去问清楚。哎，我最后还是补充一下，范刚浩在那边慌慌忙忙说我没有恶意，我没有恶意，卖环肉不用跟我解释，你去跟北检检释，我的告发书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你已经检举他了哦。对，告发他了。范刚浩是在礼拜五吧，我记得是礼拜五的晚上，在脸书上贴了一篇贴文，说国产疫苗到底有多好，或者是说这个研发人员多努力啊。那这一篇这个所谓的表格，你看到这个表格，其实就是在说我们的联雅高端国产疫苗跟 BNT 跟AZ 跟莫德纳都一样，都是在二期实验之后就紧急授权了。这个是跟比照国外于二期试验后就授权，可是后来完完全全就被大家打脸了嘛。哦，因为这个数据是铁铮铮的，就是国际上的数据哦，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像是莫德纳跟 BNT 都是完成三期之后才紧急授权，那这个 AZ 哦是这个大概三期做到一半之后紧急授权的，所以跟他的说法哦，就是他的说法，其实老实讲就是假新闻呐哦。那这一张假新闻的图哦，除了他登之外，还有一大堆有绿的粉砖哦，也都登了，甚至媒体也都报道了。像这样的讯息散播完了之后哦，没有想到我们就已经在跟国产疫苗哦，我方我们的政府哦，我们的用纳税钱的这个买的这个疫苗哦，就已经赫然已经签约了这两家哦，所以
这个是不是一套很完美的计划啊，兵哥？因为你看哦，每一次哦，这些人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单打独斗，都是一拥而上。范高浩一出来，什么焦糖哥哥，什么乱七八糟，所有这些策略全部都大家都引用同一张图，然后用同一种说法，你们还敢讲自己不是网军吗？然后引用的错误还错的全部都一模一样，嗯，这不是太奇怪了吗？那老实讲，今天这些都是国际上的数据，现在是出现一种状况，我们台湾一大堆人在黑、在酸、在抹黑国际知名的大药厂，哎，你们这些人是疯了吗？这样会造成台湾有什么后果？你们知道吗？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奇怪的，就是连我们自己的卫福部长刚刚才在记者会上提出来，朱大提到的那个，你说 BNT 初期只有用三百，那个第二期只有用360个人，根本鬼扯，人家至少用了3000-4000人。然后有人去查，是去年网络媒体登了一个说他第一期第一批准备用360人，我们的堂堂卫福部防疫指挥中心就用一个网络新闻，而且还截取一半，就把它拿来当作证据。你是不是在直接散布假新闻？是不是在散布假消息？那为什么我们对国产疫苗疑虑这么深？第一个，你现在才做到二级，你干嘛那么急着通过？然后这样，最起码我们这个政府连等都不想等哦，明明过几天就要解盲，他非要赶在5月28号就跟他签约，奇怪，几天你都不能等啊？到底有什么回事？难道有人跟你抢高端疫苗吗？谁跟你抢？谁要买这个疫苗？除了你，还有谁会买？所以这简直莫名其妙。那我再讲一个，为什么大家都怀疑炒股？因为第一个，高端股票这两个月不正常的不断的上涨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当年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呢，就是基亚，基亚也是一样，一下投入600亿就直接蒸发掉，连续跌停板。那请问一下，基亚老板是谁？不就是高端老板张士忠吗？同一个人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？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要疑虑？现在大家懂了吧？是，观众朋友，可能哦，因为外界的争议真的太多了，过去2-3天来哦，像这样子的说法沸沸扬扬，所以蔡总统今天下午就是现在才开了这个所谓的线上的记者会，还有谈话哦。不过他念之在兹的还是这个所谓的国产疫苗的研发哦。你看他过去的说话哦，7月量产哦，大家不用太忧虑。可是，一直到现在哦。这两支国产的疫苗，它的二期其实都还没有结束，能不能够成功也都还不知道哦。所以就算是他最这个忠实的支持者，其实心中也浮现很多的疑惑、哦。像这个馆长网红哦，他都觉得说你们不要恣意妄为啊，不要一意孤行呐、啊、哦，你们真的没有这么神呐、啊，你是人不是神呐、啊。可是蔡总统，我要问一下施老师，蔡总统的个性是怎么样？别人越说这个嗯呵，这不呵，你要考虑哦，他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走，还是说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愿望？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拿下来。我 I have a dream， 我一定要把这个生计的这个梦给给这个拿下。我不管你们外界怎么说，我就是要勇往直前，是这样吗？伊即马讲的意思讲，我无歹意，我有一个梦，这个梦，但是这个梦是用咱大家老百姓的性命来贴的呢，迄个梦敢有必要无？你讲所谓的战略物资、飞行器、军舰也好，不是所有的人，咱拢有法度甲你做嘛。啊，当然，咱即马即所谓的咱只国产这部分，就以咱即马样本上迄个案例吼，确诊率无遐尼侪，对唔对？啊，咱无法度去中南美洲做嘛。啊，人无人要授权合作啊。人其他国家有法度做，泰国、中国，还是迄个伊韩国会用做嘛？谁啊人无要授权给人？可能咱买嘛，唔知影呢。啊，若要买物件的时阵，再三延招，啊，开销开偏，敢毋是嫌东嫌西，敢毋是？你家己做袂出来，佫嫌东嫌西啊！啊，你要交换晶片，啊，佫唔免，就佫买，佫唔免咧。啊，人要送你也买，所以人个就怀疑讲，你讲你好是安尼，我讲这是就是昂浪啦，昂浪瞎啦，昂浪是什么？昂浪我要哪讲？就是你知道，明明知影这是唔对的代志，硬要爱嘛，对啊？硬要对，唔是迄边面子佫较强啊，就昂。其实若要讲，足瞎就对啊啦，这种代志足瞎啦。我意思是讲，你莫讲我，咱莫讲有利益无，有利益交给我，咱唔敢讲。对，这是某种程度啦。包括大人佫出来，你讲第二届，你又讲无问题，这是护航呢。那咱一般来讲，这叫做绑标呢。哎，绑标的这唔对的呢，哎，咱有当时讲，哎，那学术的这都袂用的啊，这是一条呢，你讲要一条这个线内底啊，所以这错误，这硬硬要爱硬要迄个唔对的，只敢有，到尾的时阵，你用讲到底是啥？为着什么货呢？我敢看为着钱以外，佮为着民主吗？我唔知影，哎，遐尼侪条性命呢，我已经一担我乎你啊，是啊，你佮做袂出来。那一般来讲，要分摊风险，无你讲国产的有嘛？啊，我用买嘛。
啊，就是这两项内暗来扯去嘛，好嘛，上无这个中间这个阶段内底，逐工安尼侪人伫过往生呢，啊，你敢无啊拜托你，啊，人别人你做袂出来，啊，阮先去买，啥那袂，你甲我讲啥那袂用哩吧？是，今天是15位哦，我们的国人同胞往生哦，到底蔡总统有一个什么样的科技大梦吗？他到底是为了面子还是为了钱呢？这个不知道哦，我们不敢乱说。可是我们先来看看过去，蔡总统的确他在生技产业，他对这个生技产业非常有兴趣哦。2012年，当蔡总统还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呢，他就协助并且核准宇昌生技公司哦，这个上市哦，这个新药的这个设立哦。那卸任之后呢，他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，因为后来他要选这个总统哦，后来也顺利当选了，于是呢他就卸任了。然后呢，在2016年还发生了一个昊鼎案哦，那是蔡英文的哥哥哦，叫做这个蔡英，这个我忘记他哥叫什么名字了。总之呢，他的哥哥是他的兄长哦，掌管这个富泰投资哦，富泰投资就是昊鼎的第五大股东哦，所以呢，他没有回避哦，蔡英文以该公司投资宇昌案哦。那在他当总统的第二任期的前一阵子，他有喊出来，生医产业是台湾下一个兆元产业哦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是不是蔡总统就是一心哦，想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生医的强国，他把它打造成生医的强国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不对哦，只是说在这个节骨眼哦，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，一定要强推这件事情吗？一定要把所有的人民推上第三期的人体试验场吗？到底中间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我们真的非常好奇。